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推荐台湾一百种味道，很好吃啊，就很赞，它煮什么你们就吃什么，就这么简单，干杯。今天你都搞你啊，哎，面姐面不够了，有面有面，大家都叫我面姐。熟了就这样拍，马上弹回来。我们家的名人堂最赞，我们娃给了求工求个呢，做多久？看他哪时候要休息。没有到这边就是失败，接下来记录就是会较辛苦，但是嘛是要行。用味道记录在地故事，用感动记忆美食温度。人家就一起来了啊！酸甜苦辣五味人生，台湾一百种味道。